真有影响。都爱趁钱，就是爱开啊。啊，无嘛爱俭啊，你袂当安尼讲啊，对无？嘿，爱有俭才有底啊。拄仔才教一个，迄个较好沟通啦吼。啊，这个就运出运气啊啦吼。你嘛是爱开啊。另外，这十外岁的囡仔，就是甲拄仔迄二十外岁，就是无同款啊咧。对啦，人拄仔爱讲爱俭，啊，你唔是你讲会赚嘛会开？对啊，会开是拄仔好就好啦，来看这囡仔啦吼。女人宠出来的啦吼。什么什么？女孩是宠出来。宠出来的。我你是问女孩的对吗？对，我是女孩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个笑啊！即马啊，对啊，迄个我咧甲伊讲，伊讲会俭钱，迄个是女人呐。嘿，对女人甲人家的女孩是无共款的，嘿，不一样。哎呦，真正有影的。系啊。啊，等后摆过安你就知啊啦。嘿。后摆过安就怎讲爱俭啦？过啊，再讲啊。过再讲。即马咪过，拢卖讲安尼啦吼。对。你嘛唔知时间会安怎？时间变出来赚，自然安就赚互你开啊啦吼。对。嘿，啊，若出来是佫另外赚收费，家己的安尼啦吼。对。嘿，看会出来，即熬开啦，熬开。熬惨嘛，熬开。对，迄即马甲讲伊嘛听袂落啦吼。哎，等下佫讲咱底下细细的啊。你要思想无强。当然啦，哎，你会有差啦，对，你会有差，当然思想无同。妈妈经，妈妈经，叫做妈妈经啦。叫做妈妈经哦，叫做囡仔人啦。咱咧讲的话就无一定会听啦，你甲看吼。有影，莫讲这是别人的，咱家己下嘛唔听过。好啦，来，开玩笑吼，来，即摆刚讲过来个介绍，过来个小白，爱死你，我爱你。来，这边邀请到咱的这是清纯少女啦，吼，嘿。介绍咱轻松可爱大姐哦。各位乡亲，家裡美滿，出海經營財寶摸出來，奮鬥地震，大發財富，會當年年來，謝謝。